我是郎姿，一个旅游编辑，平时飞来飞去走去世界各地不同的角落，面对旅途上面的新事物，我喜欢影相同埋写低我当时的感受。拎住 Surface Pro 3 在身，随时随地见到咩想到咩，我就会 click click 啲 Surface Pen， 写低佢，记低佢落 OneNote 入面。而在网上面找资料的时候呢，亦都可以 double click 啲 Surface Pen， screen cap 低佢，用翻 OneNote 嘅 search 功能咧都好方便嘅。再加埋啲影片录音落个 OneNote 度，就可以将你旅游嘅所见所闻结集成为一个多媒体游记。而再 back up 埋上 OneDrive 咧，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同埋 tablet 开出嚟，最后咧就 send 埋俾朋友或者上 social media 都 OK 噶。翻到酒店或者搭飞机嗰阵咧，加埋呢个 tight cover， 配合翻佢零至一百五十度 kickstand 设计，校翻个啱自己嘅角度。无论你打 blog 或者睇戏都一样舒适噶。Tablet 嘅设计配合埋 laptop 嘅功能，又薄又轻，的确系旅游人嘅旅途必备。